唉，这神庙解了快一个小时，比三头龙还难。有没有先生？感应器不是开神庙，开神庙啊，它就不会叫啊，它就真的不会叫，它就没有哔哔啊，它都不哔啊，是不是坏掉了？哎、欸，你们这海拉鲁的产品都不行哎、欸，你看它不哔啊，死不哔啊。没电，没电了，这个不是智能人员吗？我们这个电池自备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们现在不能这样子啊，有些人家里也是没有电池的啊，我买了。没有电池，你因为外包装也没写啊。我看你们那个推销员，我确定是开神庙破魔神庙，不然是什么破魔之根吗？没有破魔神庙就破魔神庙哦。你们真的都不相信我呢？产品说明有写该产品不含电池。没有啊，你们那个专员业务专员来的时候给我是直接给我产品，因为包装盒呢。他说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我这样子产品直接拿了，省去包装盒吼、哦，然后你这样子又未税，比较便宜啊。请上空岛啊！空岛接任务哦。你知道智慧之泉，应该就要先去找他啊！我看不懂呢。我看到那个空岛，对对对啊，对啊，不是有一个女神像吗？要放那个鳞片啊！智慧之泉不是在这吗？不是他说什么？不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智慧之泉吗？啊，这靠呗，这勇气哦。勇气哦，在附近是不是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啊，在这里啦！原来在这里啦！原来在这里找到了啦！啊、他又没有说 NPC NPC 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看你有什么宝物传说。自高自天高之玄，于雪上滑行至大地高山，穿越所有光环时将解啊，又是这种、啊、天高之玄啊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对对对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一定就是这个吧。哎，这里竟然是这个耶！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丢西一，叮，好，轻松，好不好？绝对轻松。原来就是你啊！你这个小阴险的，你这个小阴险的神庙，小阴险神庙。OK， 轻松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没有死掉反而可惜了啊！没看错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么会可惜呢？不是赞吗？九桃，阴险石头，气死我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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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乱吐痰！哇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刚刚那个石头在哪？喂，等一下！哇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，刚那个石头嘞？石头怎么没看到石头啊？没有，怎么没有石头？哎，这神庙解了快一个小时，比三头龙还难呐、啊！你看这神庙比三头龙还要困难、啊！天哪，天哪！哇，要脱光光了！上身，用推的可以吗？啊，啃！啊，没有见了，似乎没有见。要变烤肉，要变烤肉，不要烤！哎呦！呜、哦，要花钱，快走！好疼！先打这只！哇呼！啊！啃！等一下！快走！哎，好险！鱼叫进来！我也可以！烧爆你！气死我！烧死！烧烤佐纳乌啦！你也是那边烧的，都不用电的吗？不要浪费能源跟资源，不要再烧了，不要！哦，好，烧，不要烧，叫你不要烧，不要烧，再跑啊，烧啊，我让你烧。
啊我啊我火箭飞走了，火箭飞走了。屁啦！等等，我觉得我要先解决这个。哎，这里有很多武器。OK， 有武器，有武器，有武器。哎，赶快堵出来！哎，没有料理啊，什么都没有哇！立刻洗啦！偷袭这种最轻松、最轻松的就是这种了。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